嗯，为什么我没有充钱？Hello，谢谢卡比的小老婆的玫瑰花。老公好帅，真的假的？谢谢神奇小的一分，阿里嘎多，公演辛苦啦，公演辛苦啦，快死了感觉。在路上我吃的啊、哦、欢迎回来前辈，我买了一根凳子，我以为他可以让我们俩坐这儿，结果他那么矮，你看看还不搞笑。直播吗？对，我在直播。休息会儿，辛苦了，辛苦啊。太，这不是大帅哥卡比吗？对，这是大帅哥，他是机车服，很帅好吧，这是酷盖。欢迎 KO， 哎呦，谢谢 KO 牙的玫瑰花。我点了烧烤，爽了。点螺蛳粉，太饿了。公演机长完了，应许之地首演还在 MC。我是应许之地这个公演逃出来的，真的。嗯，他们说我这个妆很适合去应许之地。哦，谢谢酸菜鱼的奶茶。好帅呀、啊、老板，受不了了，战局。我跟你说，我快试了。大大战什么什么什么战局？就是下班你不觉得人真的很多吗？嗯。然后就一路拍，然后我也不敢说话，生怕他们拍到我那种奇怪的表情。我全是奇怪的表情。然后完事以后，然后我们是打车回来的。哦，辛苦了姐。然后我们四个人站在那儿等车。突然一帮粉丝围着我们，在那等的时候，七八个天摄像头对着我们，我脚趾抠地了，在那里、嗯。老板回来了，老板快直播啊！发发想看你了，我让我吃口，让我吃口。好，可以。这些丸子0.1分，播都可以播。我明天还要公演，想要占据你。排练什么？老板休息吧。嗯，好饿，但是我好胖，吃不了。卡比大爷，为什么还有大爷？我服了。这发型还挺适合我。好好吃啊！这个还有吗？嗯，多。好饿，谢谢。我还有辣条，前辈。来，明天你10点钟就要去剧场。对，天哪，我就握手，一个人漫步街头觅食，挺浪漫的。新粉报道，成员宋雨琦、啊、你哇，我好朋友也喜欢宋雨琦，我被他安利了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很像小狗狗。对，老板早点休息。好，我监督老板，好吧。明天3点。嗯，你今天看到苗月了？苗月就一进来我就看到。卡比今天好帅，卡比哪天不帅？笑死啊！我一直都是瓜。让老板赶紧睡觉去，快！老板睡觉，不睡觉打屁股。啊。不好吧？没有，老板才点了吃的，让老板先把吃的吃了吧。真的，我真的很饿，今天。明天下午就走，对。你们这吃的还挺好吃的，其实。这两天是特种兵。我也是，那下午就走了，辛苦啦。我在直播吃辣条，我好抽象。还以为要减肥了，伤心了。这个人说我要减肥，知道。得抓海豹，减不了一点。我也说我减不了一点。太饿了。就是虽然今天跳的运动量不是很大，但是他真的超棒，我也觉得。心理上很热。对。
他发这个暖床还是留给你来。真的假的？嗯，是谁的呢？让我猜猜是什么？是你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是你的，我帮你。卡比做王子好帅，真的假的？谢谢 EMC 的巧克力。哇，竟然真的是我的。是的。谢谢。你建议我在你身边吃个屎吗？不建议。昨天有人也有要我队友来我这房间吃狗是不是？我知道，我昨天一回来在走廊上，我那一股厕所炸的味道。我说谁呀？反正一走的话是我们房间来源不是我吃的，他吃的。卡比，这阵子我给他做一下。你特地买的？嗯。可以。嗯，可以。可以。嗯。好浪漫。太浪漫。老板好帅，受不了了。老板在那边吃屎都帅是什么呀？不是，再来一个。是。老板吃好了就赶紧睡。发发说。好了，发发姐。这个辣条会很辣吗？不辣。谢谢我老婆是卡比的玫瑰花。有。和平。椰汁儿。各种冰，你是不是明天可以休息？嗯，还有握手会，是什么？我忘了。我明天又握手又公演完事儿，也休息不了。后天不是要快搬东西，我们得收拾。嗯，天哪！天哪！哇！想吃吗？不想吃，老板吃。然后收拾完以后，我们要开始排我们的外务。我们不是有个外务吗？嗯。我们有一天休息。嗯。欢迎冬卷，感觉今天一天没见到你们就好伤心了。妹妹还是公演镜头更好看，你是唯一一个说我公演镜头好看的。好好看，吓人，公演镜头。看一下发际线，不给。什么呀？这是发际线，怎么是说看就看了呢？试试看好不好吃？好辣呀，我不行了。你不带你吃辣的？欢迎。我吃着吃着，对，我不太能吃辣。我吃着吃着，辣椒跑到我头发上了，绝不离谱。被辣到了。别吃那么辣呀，老板。还好还好，中辣。谢谢。Apostle 顶冠海，晚上好。卡比，你几点睡？我把阿包锁，我也想你们。哎，感觉未来很渺茫，很迷茫。谢谢，今天很好看呀，好辣，还好不是很辣。先吃两口，各种冰是这样。嗯，会去上海。卡。没有到家就开始看我直播了，是的，你们也是特种兵，看完，然后在回家的路上还看我直播，我也是特种兵，我下了公演在后台直播，完事回来立刻又直播，到了，老板脸咋了？刚在路上被一辆自行车撞了，对。我刚刚陪老板去医院，对，我们需要了赔偿，对，谢谢小雪的荧光棒，
我在卡比边吃屎。珍惜眼前人，怎么讲？谢谢猪八戒的荧光棒和巧克力。甜，我平等的甜每一个粉丝朋友。爱每一个粉丝朋友。随时随地，你的推就会消失。到了，到了，又被辣到了。谢谢红花姐的请客。为什么？那吓人。我不甜吗？我觉得我挺甜的。前面下班那条路太社恐了。我不哑呀，我哪里哑？猫头鹰可以来找我。老板有黑黑黑了，黑黑黑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。什么鬼？这是能说的吗？黑黑黑是什么？谢谢花姐的巧克力，可以啊！十年老粉，老粉，真的假的？我当在这当十年，待十年，粉丝好少。真的，我真的好社恐。今天好多人拍呀，最后站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也怎么两个人都拍我，但是我对着他们我就很害怕，然后我一转头。想跟我的粉丝说，我说他们拍的我都快社恐了，发现我的粉丝也叫什么在拍我，那我就安利一下我自己。救命，没有人可以安慰我，我脚趾抠地。我吃的辣条，谢谢芳芳姐的荧光。香菇还不甜吗？啊，串门。对，就是魔鬼鱼，就是你。我跟你说，我好社恐，发现你也举着个手机在那儿，我更社恐了。晚安。谢谢花姐的荧光。官人，很多漂亮妹妹，我的粉丝吗？有点意思。你是爱我还是爱我的粉丝啊？我不是这样整装，我是被自行车撞的。我是非洲，你看我这道，搁在大动脉上，吃啥呢？吃屎。是螺蛳粉，对啊，所以这两天是谁给脸拍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。每次我看我的反应我都会吓到。两点一分啊，当然是爱我。所以你是我的粉丝，新粉丝吗？渣男，自行车怎么会撞到脖子，他从我脖子就碾过去。困了，然后先睡了，晚安。抬抖腿，放松嘛。也可以同时爱我的粉丝，你是男粉还是女粉啊？我的粉丝好像都不爱男人，如果你是男人的话就算了。看着好好吃，饿了，你也吃呀。抖啊！哎，算了，咱们还是别抖腿，抖腿不好，好像对身体不好。别抖，我像个大爷一样。你比我好听啊，让他还凶啊！都有点不太记得。哎，好辣，我真服了。谢谢红花姐的荧光棒和0.1分冒险哥的奶茶。今天你有点异常难过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快乐的小丢丢吗？找小曼连麦了，好无聊啊，好卡呀我。谢谢红花姐的荧光棒。Hello。Hello， 凯宇。Hello， 宝贝。嗯，吃什么呢？吃哈密瓜，还有芒果，哦、还有西瓜。啊。那、嗯。啊，好甜，吃到了。嗯，好吃。我的可乐忘加糖了，你可以笑一下吗？笑。够甜吗？我今天。中午的时候我今天是吃的那个面，你吃的是饭对不对？对，我吃的饭，怎么了？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你的心里面。我以为你要说什么。谢谢，我是卡比老婆的荧光棒。你好会啊，他们都说你好会。谁呀、啊、说我好会？他们这边都说对面好会。正主正官配在这。什么官配？卡比好油，我服了呀！我不油，我一点都不油。这造型看着像你现在贼像乖乖女生的假的，
我今天是瓜，你跟我说我像乖乖你。小曼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比心。八姐的荧光棒和巧克力，你到底爱不爱？爱。爱。爱漫画，黄漫。什么是真的？老板告诉我什么是真的。什么什么是真的？我这边说黄老板等会儿吃醋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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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老板也有很多 CP。你有个粉头发的梅英姐，你不会是冰心姐吧？你说的是。对不起，好好笑。我还知道老板和某位前辈。我们当时都懵。你刚才说真的假的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们爱过吗？没有。什么是真的？什么都是真的。你觉得他是真的就是真的。暗恋也是真的。受不了了。你房间有哪些人呀？什么？你房间有哪些？我房间只有丽丽，我今天没去小月他们那边。哦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你播完，明天还要握手会呢。对，我是打算今天早点休息的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让我说黄天霸是真的。黄天霸。对，我不知道黄天霸是什么。黄天霸是什么？对，他让我说黄天霸是真的，霸是霸道的霸。黄天霸是什么？天霸不是离异事件吗？我都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一样的也是因为，嗯，看到了他们离异事件。嗯。离异事件我知道。我还现在想说那两个字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，那还是不说吧。可以说。对吗？可以说吧。没事，说到了我们就删直播。那还是不说，他们说不能说。那就别说，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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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就是最近经历了一些灵异事件嘛，很恐怖。就什么酒店的，笑死，酒店的。突然不亮了，酒店的水突然只有热水，酒店的小度插上了它也爆红，就是灵异事件啊，对吧？然后对灵异事件我服了，我真好，我讨厌太太，你的发型有些危险。对大床房你觉得呢？肯定有期待呀。卡拉曼达，我们叫天作之合。真是的，谢谢学习姐的荧光棒。叫天作之合，对，天作之合，我就听到了，对，天作之合，我们就是天作之合，对吧？很强烈的还是 CPG。 你让你播吧，小麦，乖。好，你也早点休息哦。好，拜拜。我没有，我阿七流星雨叫天青色等烟雨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荒衣。就是很顺口啊，我觉得。啊，老板太可爱了！也不知道老板昨天看到一只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突然啊，有个虫子啊，他好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反应。他就跑到厕所里面去了，好可爱！大家看我吃个蛋。啊！我怎么抠出了一坨眼屎？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假装就是没有看。楚秋，你有点暴。没有见过，他说你见过黄老板的前妻王子吗？什么前妻？王哪是前妻、啊？笑死了！好朋友啦，好朋友啦，好闺蜜啦，好闺蜜啦。黄老板，你在泥塑我？什么鬼？卡比昨天在排练的时候亲了月月一口，真的假的？别送了，
哦，谢谢天涯何处无的五个荧光棒。我看到了月月粉丝拍的我和月月在那个车上的那种鬼很神奇的图。咋了？没咋。前妻是彭姐，王子是前前妻。彭姐，解释一下。是我跟他没有什么好闺蜜啦，好闺蜜啦，感情好啦，一口。我跟他们都没有什么的啊、哦。看到没？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好吗？你和月月也行，毕竟是同校，但是我们都没见过。我的天，就是同校，但是从来没见过。不信呀，不穿呀，本人是直女。对，我也是直，我们都是直女啊。是啊。黄老板，懂了，黄老板就卡比一个室友。虽然即将过两天要同床了。床友。床友，我们要变成床友了。谢谢剑哥的荧光棒，谢谢剑哥的荧光棒，谢谢学习姐的五彩绳，你能不能别送了？开始写文，写，明天我检查。狮卡比老婆，好吓人啊！你们这个称呼，吃辣是好可爱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我以前可以吃半包。姐姐的玫瑰花和艾叶香呢？公演不来看，握手不来握，店员不来，单排不发。在这送礼物，好好啊，好好、啊，三根，羡慕了。这个卡比要被迫给我暖床了，然后很热。没有，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发誓不得。我一个人睡还挺好的，挺喜欢两个人一起睡的。爽吧，家人们。平时玩两个人，这什么？脖子上是卡比搞出来的，你不要太荒谬！荒谬啊！这是我被自行车撞的，是我被撞的。对，还被撞的。谢谢学习姐的艾叶香浓玫瑰花，战损芒果，对。我今天点这个状态跳盲舞女孩啊 ，Mango Number Two， 好嗨啊！但是跳的好嗨、啊。还有个搞笑的，我当时人傻了，我站在那个舞台上面，突然他们说要跳什么？真的送礼物，你说句话呀。芒果，然后我说我在那里愣了，我说芒果什么歌？没学呀、啊。后面就发现是前辈在跳。前辈跳，我们不跳。然后他们在那旁边说：“芒果。”然后在那站队形，然后我们队在那在站队形。然后我就慌了，我说：“我们要跳芒果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们背着我学了那么多歌。”然后我就在那慌了，就发现我人傻了，我还在那个中间傻了，太搞笑了。谢谢豆蟹的艾叶香呢，谢谢卡比小老婆的玫瑰，卡比你好多老婆、啊。他在打工，说明我是瓜。等一下，真的呀，我是瓜呀，家人们，吓人！我真的是大金瓜，我真的不吃，不爱吃蛋黄。我去 GTube， 我能当瓜吗，家人们？蛋黄给我粉丝吃，我好坏。我最喜欢吃蛋黄。你爱吃蛋黄？老板吃吗？吃什么？烧烤。啊，不吃，你吃吧。因为老板不喜欢吃蛋黄吗？谢谢，老婆是卡比的玫瑰花。笑死，这个口好尴尬。蛋黄卡嗓子啊！看饿了，没有被迫。学习姐打工赚，好像肚肚啃。学习姐还用打工赚钱啊？学习姐不是富贵女大学生吗？她之前说她寝室，她又买冰箱，又买。我怎么成大爷？你们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突然就变成大爷了？谁在莫名其妙说我是大爷？真的假的？我去 G2 能当瓜呀！你去 G2， 哎，你今天看《麒麟拳跳》那个舞了吗？没有，
知道怎么拿。他穿了一个无袖的，很像那个套马的汉子，然后在那这样。我在台下笑得想死，笑死了。他那房间真不错。谢谢卡比的小老婆送的蹦迪。卡比是王子。B 站弹幕在说你是卡比大爷，为什么？跟你当年一样的经历。我不开心了。西南总共真的就是，麒麟拳真的太好。其实我觉得机就有很多很瓜的呀，比如就是像你们还在，你不是打工吗？那个林海颖啊，何蔡贤啊，都很攻啊。很瓜呀，对呀、啊，很瓜，超瓜。我今天看你跳那个玻璃手，你还蛮瓜的。他在干嘛？家人们，这个我热爱学习，这位粉丝在干嘛？谢谢。瞬间就听到了。欢迎。Enter 什么的题哦，我天哪，我的英语成这个嘴型，不要笑我。我被呛到。谢谢橙子大地的巧克力。谢谢小王的午餐。小王你别送了。阿青在直播吗？你在。哎，等你暴富了，我来，我逼迫你送我发电，先别送你。我好想你吗？你哦，我做到了。谢谢美女卡比的送的荧光棒。美女，你的项链好好看啊！那是，我很爱。美女今天好帅，美女。今天的 spa 经理了。哎。招思妍宝贝。谢谢是卡比送的荧光棒。对呀，何处无处不在。谢谢陈大地的荧光棒。不是你们名字改成我，然后到处去送礼物，你们合适吗？真是的。还在我面前，他想合组，什么意思？还在我面前到处送，到处浪是吧？被我抓到了。谢谢学习姐的一堆礼物。今天感觉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比较熟悉的，没有看到你们，就感觉很伤心啊。家人们，我今天这眼什么时候可以看女总裁？还不搞笑？我一会儿。我才是，你才是女总裁。我不是女总裁，我是 AKG 金瓜。可以。眼妆有进步，家人们。谢，哎呀，我是你的小秘书，秦总。你在干嘛？我给他按摩汗啊，卡在他这里，阿青。阿青，有事。前辈在旁边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和前辈一起，我们在甜蜜二人直播。怎么前辈在你旁边，跟在现场的时候不一样？女总裁，你室友吗？什么？刘星宇在你旁边吗？没有啊。嗯。今晚上。发言时间，我其实写那个稿子蛮长的。今天晚上可以过来吗？小猫咪手势这。今天晚上。然后，嗯，你明天晚上过来吧。对呀。为什么呀？模仿。还有这个，老板，看你，太油，出来，我手写的发言稿。然后昨天晚上手写的发言稿如果没用，不是天听到表演的杂技了吗？这个、什么杂技？就是我的道具，一个是我装听不到，装卡顿是吗？好过分啊！好过分！都是签名，一张很贵的纸，这是等着攻略，装卡顿。欢迎狗狗不吃 SHI。对，其实我是花，他们都是瓜。我们队只有我一个花，其他全是瓜。我也觉得你小心一点。老板说他爱这花。谢谢，谢谢前辈。哦，
装卡顿啊，前辈说话你就不卡了。我没有装卡呀，谁装卡？他吵他不理我，他装卡顿，你自己看。什么不理你？我在看消息，我服了。我今天关于我今天做瓜，我给自己总结一下，就是说大家以后腿软就是还是不要做瓜，就是以后我要做瓜，我一定要垫五厘米的内增高，然后穿那。我感觉我好像没什么线下的粉丝，就。不是我认识。好。我的头，那个好，没有，我大概我都认识。我开门了，他就要。我也都认识，就是我认识了。在底下我就会。对，我也是，我认识的。如果不在底下。我人傻。我不知道。我说我看一眼。我认识。还好吗？找个话卡比。我还好，我很坚强，多年。我把坚强的人，这个坚强的女人。看，先留好，就是感觉我在找我的。好，在这儿。但是你讲到你们的身影，我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。嗯。对。就是感觉。事情跳。大家要睡了。在看自己的人的 对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没有啦，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，不是我天吧，又不是只有成都有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今天连人数都要到这200，多开搞这么满，每天我这么多嘛。Hello 71，我没有看到耶，别对不起啦，屏幕中停替直播了，谁呀、啊、我粉丝说他撞死我了，他刚刚把门这样空试一下推过来，差点人倒在直播间。我经常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，我听到你某两个字，过两个字又没了。啥呀？来到四八，凌晨在舞台上展示自己，然后选择冬至首歌也是我自己的私心。他是我来这里学的第一支舞，让我心没有机会。那我走了，等再找你玩，拜拜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东西？中间说了一堆。哦天哪，我好。好卡呀，好爆，我不卡，我卡吗家人？不，我是卡比啊，因为是卡比。我今天听我感觉有些喊名字的人，他好像不推我，但他可能只是喊我而已。我啊，对，